还有什么呀？油条有吗？油条我没有，就有豆腐脑哈。一会儿过来还有吗？有。啊行。恭喜收看，送钱。五谷鸡爪，潘家五谷鸡爪，潘哥的。一共五个。五个人三个。这是什么？你们八爪鱼。恭喜收看，五谷鸡爪。湛江美食深爱五谷八爪鱼。 多少钱一只啊？25块一斤。28一斤。晚上有卖吗？晚上有。到几点对吧？到5点钟左右。5、6点？5、6点？5、6点？5点？刚前付了啊。这一只大概多少钱啊？ 一只有5、60多块钱，5、60啊，60多点，5、60，5点，5点，刚刚前付了啊，半边40了，哦，28一斤，他也不差，老人家大伙都不吃饭，所以说我们麻烦给你当，跟这个差不多的，跟这个味道差不多，那我们就还1块钱，要1块钱吧，你，要1半斤，出来了，8块钱，多少钱？
钱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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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噻，走哪里扫码呀？
说起八道账，谢谢，姐，咱俩啥事？你那个买哪斤？哪个是哪斤啊？你看一点放在冰箱里面，放在冷冻了。现在要啊，把风果放在放17块钱是吗？16.5块了，17块钱吗？嗯，17块的。你问得切的吧？多少钱啊？12一斤。来一斤。有新鲜吃老的月蛋糕。有新鲜吃老的月蛋糕啊。有新鲜吃老的月蛋糕。有新鲜吃老的月蛋糕啊。一斤啊。不放到十月份。有新鲜吃了的月蛋糕。哦，这个能放几天呀？3到4天啊。